地方哈，假设我已经写了一个哈，类似这边写了一个function，可是function的话，我不是直接执行，而是怎么样？当我点选这个超连接的时候，才去执行这个function，那要该怎么样撰写？啊，比如点了之后有没有，它就会跳出，等于是类似一个事件哦。当我点击它的时候呢，它才去执行这个function，啊，然后会秀出来。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撰写啊？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呢，function 的写的位置也一样，在这个地方 script，啊，里面的话都跟上一题是一模一样。那只是说呢，哈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增加一个，因为我们标题一了哈，那里面主要是用一个超连接。那超连接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JavaScript 冒号，特别注意哦，后面的话加上什么呢？加上这一个什么呢？这一个 function 的名称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点击它，就会去执行什么？执行这个 function，啊，那这个用法的话也还蛮常见的哈，啊，也就是我只点击的时候不是点击一个超连接，而是去连接什么？连接一个 function。哦，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练习一下，比如说超连接后面加上一个 JavaScript 冒号，哦，然后一个 function 名称，哦，这样也可以打这个哈，做超连接并且执行这个 function。OK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